永远的第一人，广东金城武有声音， yeah. 我没有问。我做家己大人，我甲伊藏伫我心肝顶。好，伊个诶原本哦，因为虽然我的手机啊头前迄、那个头前镜头迄个玻璃哦小可裂开，啊嘛无小可就是哦破加惨。所以即马看起来有小块滤镜，滤镜的刚刚，好、哦、还是嘿那个玻璃破碎的滤镜。哦，但是即马哈更哦，即马伫午餐女王一楼哦，即马哈更，所以会当可以从镜头来甲大家开讲。啊，原本迄个八点外的时阵哦，长安人哦有问我哦，讲要来行前开讲者无？但迄个时候我要甲迄个香菇丸哦来食饭，所以就无即个机会，无拄好会当甲伊做伙开即个直播。但对，趁食饭食饱哦，该收煞拢收煞哦，要困进前小讲者啊。哎、欸、啊，因为明仔哦是迄、那个明仔是二二八哦，共生音乐节。啊，明仔透早七点半高铁哦，来去台北啊，东港来回哦，拜一个有赚过哦，大家连假吼，好欢喜啊，我无，我连假已经休了啊，过年休宅工吼，这个是令人称羡的假期啊。啊了，明仔共生音乐节哦，多礼礼拜礼拜啊，其实礼礼拜。每当的二二八啊，连加巴士班是无咧休困的哦，因为我感觉这是哦、台湾人的故事哦，这袂当我感觉袂当休困啊、哦，所以连加巴士班有史以来的二二八拢无咧休困。大好今年拄着礼拜，然后佮加上迄个。共生音乐节哦，也邀请啊、哦，所以得一定爱去台北表演啊。因为今年就是迄个中国武汉肺炎的关系，所以今年的共生音乐节是无开放的，所以全部拢线上哦，全部拢线上观看哦，跟哦观赏跟听歌啦。嘿，啊了，因明仔也。迄、那个公布那个网址，所以到时应该粉专嘛会公布网址啊，就是到底爱伫对看到共生音乐节直播的表演吼、哦，明仔应该就知道啊。啊了，明仔哦，我表演时间是三点到三点四十啊，这四十分啊，内底到底要唱什么歌？其实我拢安排好啊，我四十分哦，四十分的表演，我差不多唱歌也唱三十五分，所以明仔载歌量是非常之多啦。我嘛已经练习一礼拜啊。因为做这歌足久无唱啊，因为最近的表演哦，就去年年底甲今年年初最近的表演拢伫台南，所以唱足侪有。甲台南有关系的歌较侪，所以像即寡较有民族意识的即个政治歌，就比较较少咧唱。啊，了多礼拜会当互我发挥者哦，共生音乐节啊，会当互我发挥。所以明仔会当先公布歌单哦，到时我会伫迄个留言串下拍迄个明仔要表演的歌有啥物啊？明仔第一条就是台南的啥是啥，啊加嘉义台南，啊了第一条叫火金菇，哦，这两条咧，为虾米要伫共生音乐节顶馆表演？因为明仔是线上，哦线上拢是来自台湾各地哈、哦，甚至到海外，所以我讲我身为一个台南的创作者哦，必须爱。甲台南这个我的创作哦，唱大家听哦，和大家会当更加熟悉台南这个所在，所以明仔载有两条台南的歌，三条。
三条大眼瓜，啊了，明仔进地瓜有潜水，啊、青春哦，啊、吹啊吹哦，没有阿达版，哦，啊了个白雪恐怖哦，明仔就是安尼歌曲，啊。伊《秋青春》这条歌就足久无唱，《秋青春》这条歌差不多，至少有半当以上无唱。伊，我记得最后一条唱，敢是伫人偶公园活动了，所以我有开足的时间咧练《青春》这条歌啊。希望明仔载歌词应该会跟我装熟啦。我希望可以很熟，对，阿廖。今日阁有一个迄、那个，因为最近28哦，74周年的关系，啊、迄、那个今日有上传一条歌，叫做哦是迄个老莫哦，加迄个大基哦，啊阁有一个叫杨舒雅，杨舒雅，杨雅哦，差吧，杨舒雅，叫1947序曲啊，啊，这条歌我是感觉非常好听哦，用迄个比较东岸的风格，那一唱台湾历史哦，非常的特别啊，非常好听啊，希望大家拢会当去听哦，听了会当甲遮个故事甲分享出去哦，让大家会当去了解台湾的历史，上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能去哦，迄、那个听者甚至到分享。啊了，今年哦，迄、那个诶、欸，大家拢无问题啊，哦，无问题，我继续讲。啊了，伫迄个明仔开始，后礼拜开始啊，台南其实有真侪迄个活动，我加纪念礼拜活动。四项有啥？我有分享啦，但是四项有啥？我小可未记了解啊，未记啊哦。啊了，就迄个伫五原王玉德遐，王玉德迄个神拜哦，遐嘛有办活动啊，文学馆行读哦，即迄个台湾基金台南哦分部哦，拢有帮人整理一个表单啊，会当大家看我。其实我上篇有分享啊，希望大家能去参与者，甚至买当招你的亲朋好友哦，做位来参与。对啊，其实我明仔载出早要起床啊。大家若有啥物问题哦，对啊，会当小问者。啊了，其实。会当大家讲者吼，二二八对我来讲，其实我嘛是等唔知到中去找遮资料，甚至到即摆会当甲部分吼、部分的故事讲互人听。哦，看因讲到对，哼，我待要来困啊，对，搁讲五分钟。啊了，以我讲，遮个故事对阮来讲，哦，每当拢有新的发现啊，每当拢有新的故事咧，哦，互人去，去了解。哦，像我本身嘛是同款，我甲大家拢同款。就透由迄个白色恐怖这条歌，熟悉着歌词内底每一个角色，甚至每做一条歌曲的。就去熟悉到每一个角色，像青春的写丁窈窕甲施水环嘛，啊了风，就写迄个汤德章律师嘛，啊了每当其实拢伫台湾的每一个所在，哦，拢有一个哦二二八的故事会让大家知影。哦，我感觉这就是台湾的正义在进步的一个趋势，所以我感觉非常之好。啊，俩嘛必须爱好，必须大家爱了解讲二二八哦，和平纪念日哦，伊个背后到底是虾米？
哦，这嘛足重要啊、其实有足侪话哦，有足侪话哦，明仔伫表演顶馆拢会讲哦，就哦就白色恐怖进前，我会讲到迄、那个迄、那个1945年哦，迄、那个中国国民拢个来到台湾。哦，伊嘛，伫台湾遮哦，迫害着哦，里里口口啊，就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时阵哦，抢白米的即个行为嘛，哦，然后甲米送去中国，互遐阿兵哥嘛，啊，就遮个故事哦，对作者拢毋知，但是灿烂时光有甲翕出来，哦，这样足重要，啊了，就主要毋忙哦，即、這个周文堂导演呢。迄、那个影片内底毛讲到哦，被消失哦，甚至迄个单脚的故事哦，这啊明仔载伫对面，嗨，该哦明仔载伫迄个台北共生音乐节哦，啊是线上诶，对对对，啊希望明仔载哦线上相见呐、啊，好，差不多啦，小讲者啊，啊。其实每当拢要做一条，甲迄个白色恐怖，甚至甲台湾过去的历史有关系的歌，啊了，其实旧年无做啦，我嘛唔知为啥旧年无做，啊了，旧年今年应该做，今年其实有咧计划，啊了，其实是摕较早的歌出来做，啊，这嘛来当讲，啊了，就是今年开始制作，我有一条歌叫做迄个咧《武装起义》哦，《武装起义》啊，今年的加完成来奉上给大家听啊。内底就写着过去的一挂运动啦，啊，但运动去熟悉台湾嘛。哦，内底有写着张义华哦，这我上尊敬的先輩啊，写着农民运动五年空。高里孔的农民运动啊，内底写着迄个反军人干政哦，郝柏村哦，拢伫歌曲内底有，对，所以迄、那个今年吼武装起义哦，希望哦，这交歌机写了真久啊，对，伊个写街头运动啊，今年应该甲完成啊，甲奉上出来哦，这嘛是我的期待。大家若无问题，我要来困啊！小讲啦，这直播长安人应该袂留存吧？对啊，你我无开头啊，好，搁大家开头。对啊，迄个最近哦，马作琴哦，咧听迄个 podcast， 哦，推荐一个 podcast 哦，大家听啦。就大家好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冲仔蛋，跟他慢慢聊。你最近加新秀啦，又哦刚嫁嘛，哦最近刚迄个糖果厨房哦，这我刚刚非常好听哦，来讲嫁的吃的才艺啊，哦我觉得这蛮屌的。然后还有那个迄、那个什么啊？迄、那个歌雄的脱口秀哦，那個、阿海哦，这嘛超屌的哦，我嘛听了，我感觉非常好听啊。最近够听报道者上新的一集咧，讲迄、那个那个早教啊哦，最近最夯的哦，除了那个 RIP 哦三叔以外，最夯的就是早教最近的议题啊，对啊。哦，对，讲到吴孟达，这嘛是非常伤心的一件代志诶。我感觉他是继哦志村健后哦最有感触的一个艺人过世哦。嗯，你相信迄个八年级以前啊，八年级的是八十年级以前，除我七年级的嘛。这对于迄个每一天吃饭时间哦，拍开电视哦，
电影台的一点看到周星驰的电影哦，内底哦，上欣赏的是吴孟达哦，达叔啊哦，对啊，我感觉哈、啊，这嘛是人生啊哦，所以每一个拢会去拄着这个代志，所以我感觉哦，那个哦，愿他安息啊哦，对，就是安尼啊，明仔哦，下晡三点到三点四十哦，共生音乐节。哦，线上，网址明天应该会公布，好不好？然后三点到三点四十，啊了，哎、欸，明仔活动其实真侪袂歹的内容啊，像迄、那个我讲表演的好啊，因为表演我较有了解嘿。啊，像我第一周就是我嘛吼，啊了第二周就是米莎哦，米莎就是迄个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。最佳客语女歌手，嗯，米莎，嗯，非常好听哦，哦，把客语诠释的非常新呐、啊，我刚刚客语音乐诠释很新这样子。啊了，第三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歌手，叫做珍珍啊，余佩珍哦，余佩珍嘛是非常袂歹哦，但是表演时间我有可能准备要食暗顿，因为八点我的车爱赶倒来台南。哦，我可能就无都看到现场，希望会当伫现场拄到伊，会当甲伊稍微讲一下。啊，了第四个表演者叫三生现役，啊，伊就是用庙宇的声音，啊，用庙宇的这乐器，哦，去做点缀的音乐，哦，这嘛是非常厉害啊！我对因上印象就是因伫旧年的金鹰奖，哦，加迄个血肉果汁机，吼、哦，还有非常精彩。哦，所以我讲三生现役哦，希望大家当哦去了解一下啊、哦。应该是几点？因撤了的活动结束啊，对。希望大家明仔哦，把迄个时间记起来啊、哦。时间一到，就去看一下共生音乐节。嗯，应该无啥吧？谢谢盖盖，应该无啥吧？我咪困啊吧。大家无，对啊，明仔载放假哦，注意安全哦。尤其若住伫台南的朋友哦，我拄啊骑车出去台南遐踅踅哦哦，小可去有交通，小可惊着哦。迄个马路上哦，那个转弯不打方向灯的啊、哦，一大堆哦，惊死我哦。所以台南。哦，台南这些所在，哦，上主要、上必须要注意的是安全啊、哦！所以连假三天哦，今第一天哦，就大家有一个迄、那个印象深刻的和平纪念日啊、哦。但对你来讲是和平纪念日，对我来讲是二二八纪念日。好，今啊到家 ，no 了。哎、欸，我爱直播好像有点自恋呢。对啊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啊，困之前啊，甲大家讲一下，明仔表演者歌啦啊，不要困啊，不要困啊。好，晚安 ，Charlie。哦，现在，哦，好 ，Charlie 刚才在签咖啡，我刚有经过，很朦胧。对，看，等 iPhone 15的时候，我就要换手机了。我们中华民国的军事法庭有好。拜拜审判平民犯罪，再见。这个长安人应该不会用啊，因为很碎。是一种，还硬要那个做一个结尾啊。的说法，打没有。而这种说法，是无疑是不了解中华民国的情况。那个，因为我们刚下收听啊，长安人跟你慢慢讲。我是代班主持人，好，一个长安人，我给八十分。拜拜。我不讲某些个影响国家重大治安的犯罪，那划交这次的关台最高军事单位来审判，中华民国的军事审判绝对是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。
讲话，因为我无够个地位，无够分量，因看过无看，个身份无够悬，财产钱嘛无够，钱目睭内只有在传，目睭内无台湾，无人敢讲正义。伫早期，搁有条件，搁有袂当讲大义，受规定，受着中共威权统治下白色恐怖，受着国民党当作霸占台湾看不出路，受着日本教育的阿妈阿婶，因感受二二八的事件的，迄是迄天，政府无悔无情的，甚至大生命就甲下，甚至要你是咧抗议，不管伊。我甲伊心无要紧，因不管你是老花老目屎，不管涂骹的尸体打过几摆，不管你是谁，清官正的是将，一心拢把台湾英雄铭记红烧二二八。你都放袂记啊，都差你目睭下将。你都放袂记啊，都差你目睭下将。你对我做东啊，目屎目干。你对对只做东啊，目屎目干。我的理想，无可能原谅，当作你甲我的尊严搭伫涂骹，我的伤啊，我的恨。我的声音，我台湾的痛。无尊严，无人情，无自由，无信任，无人感觉，什么每一个人偷咧咧看我，看你目睭紧紧看，二二八号白色藏起来真久。疯狂的人掠起来，真快是无人所更改。用手抹掉历史真相，经过国民党嘛变白菜。三十八栋来会哭，伊大大细细伊讲国民党。地南两位自由无惜生命，我若是活在彼个时代，参加美丽岛拼输赢，无人知影彼时的政治谋杀。但问新的命案还未破案，台湾是台湾，但是台湾是台湾人会用生命牺牲保护。你若是想要做，一生来出卖台湾给中国，我甲你讲，甲你娘白是恐怖。你敢放袂记啊？敢插伫目顶下枪？我台湾的痛，你敢放袂记啊？搁插伫目顶下针，经过几啊十刀啊，目屎目干，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我的尊严搭伫涂骹，我的伤啊，我的恨，我的伤心的白色恐怖，肯定起来的皮甲相片。你是无辜的，当初拢无人会相信你的家己去予电影啊，委屈会过去啊。到今嘛艰苦嘛是藏伫落地啊，无人知影路是安怎行过来，目屎无缘故倒滴落来。好，今嘛做一人，唔知影过程，至少爱知影，杀人凶手叫蒋介石。我的恨，我的声音，我台湾的痛。
的胸啊，我的棍，我的伤心你被谁拥抱？